好，现在这个是我同事的账号，我免费一抽，你把它抽掉。哎，这个要不要把它按一下？按一下了。嘿嘿，没事没事，没那么容易动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来。啊，紧张吗？我现在是还好，你不是我的。第二次抽 ，Go！ 我记得我同事也有泰斯啊。第三次，抽。哈哈哈哈哈！正常发挥啊！加爬树吗？还没。第四次抽，没错，现在抽啊！没有啊，没有。祭品药，经常发挥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事的，不是我的账号，不要怕。哦，抽别人的没抽到，好爽哦！不是，这个是几率嘛，对不对？几率的东西我怎么可以改变呢？不是，我可以改变吗？不行啊，几率是官方设定的啊，我不怎么改变几率耶。第六十抽，好了啦，六十抽该出了吧？我现在脚都是汗，有了啦，这一看就知道有了，英灵直接出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几个？第七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雨晴，我救人的方式你一定很喜欢。啊，怎么救啊？还要抽吗？我再问一下。我好喜欢。第十抽中玉清。玉清。你换哪一只？OK， 九十抽抽完是不是？好好，我们刚才抽到玉清了，那我们再花九十抽看能不能抽到安逸哈。直接有了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第九个，第一只，第二只，第三只，第四只，第五只，第六只，第七只，第八只，喝口水。第九只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喜欢结伴闯荡江湖吗？突然觉得这不是我的账号，我好后悔啊！你看吧，在说我飞嘛，在说我献祭同事啊！该请饮料了吧？该请饮料了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七十抽两只各一只，哎。嘿嘿，好，换 LO 我最后吧。好，完了完了，结果是献祭我自己。好，我们换 LO。好，这是观众的账号。好，第十啊，画错，第十抽，我要画什么？第二十抽没有，第三十抽，没有。但是我
雪之仙子会出，我是蛮意外的啦，因为看起来十日系之后环生节结束，应该真的是天外天生路了。好，第狮子抽，有好像蛮多人在猜要给小师妹，好像，那谁知道呢？可是他说那个掌门就他那个掌门门派，应该说那个门派就很冰啊。第五十抽，没有，也加发数了。好，第六十抽，给你面子吧。还有说了、哦，有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冰禅门，对啊，一听就很冰嘛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三四五，第五个是吗？刚才我们是第七中的，二三四五。我救人的方式你一定很喜欢。我很抱歉，虽然有中，但是我很抱歉，不是你要的。好像哦，难怪我是会先看稍微技能啊，所以我大概知道，但预期有点久了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所以结论是，这一个账号是60抽中玉清。好，60抽中玉清，好像是我的账号。第10抽，没有。好，第20抽。第三十抽，好，第四十抽，啊，加趴数了，好吧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又第七个。第七个是不是玉清？可能是哦，可能是哦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安逸耶！你们也喜欢结伴闯荡江湖吗？居然是安逸呀、啊！好看能不能扶到玉清？这是在抽谁？这么明显。好，第五十抽，好没有，第六十抽咯，对啊，是我自己的啊，搞什么搞什么，不要乱说话，不准说我歪。其实已经落后了哦，前面已经有两组已经抽完了，而且他们抽到不错了，至少没歪了。好，都抽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三地抽第一百抽，真的是太累了吧？跟几抽一百一了，四五六七八九，对，一百一了，雷包啊，没差，我自己的账号就没差了。把运气都给了前面两位了，看来不可以用献祭的心态帮别人抽，
原来我才是那个祭品，原来祭品在最后才要发动的哦，原来祭品才是我啊！你有五万个十字金啊，啊，很多嘛。天哪、啊，我傻眼，有了啦！这个才没有这夸张了，但会不会中安逸？哎、欸，会不会中其他只就不知道了。第三个，好，完蛋了，有不好的预兆。喝口水。完了完了，河马怎么办？快跟你一样了。我不要做了啦！一百二，平均六十。翻开覆盖陷阱卡。哦，好了吧，可以了吧？还要抽吗？我一定会打造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剑。虽然我是比较想要安逸，但我想要各一支。啊，再抽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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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再抽，130。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140。哎、欸，不要到时候歪掉，然后你们就说：“哎、啊，补啦，补啦，补啦！”赌博心态，你们一定会这样讲。150了，160。你们就是这样赌博心态，不可以乱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怎么可以乱赌呢？不是你的账号就可以乱赌吗？我好像没有资格这样讲，我刚刚就是这样。然后又第三只安逸这样。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第几抽？第是第五，没算，一百。第六只吗？2、3、4、5、6，第七只，哎、欸，又是第七只，干你娘嘞！起来！我不要抽了，不抽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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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痴啊！白痴啊！三只安逸啦，不要闹！再来180，190，有了啦！190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七个是吗？第六个，2、3、4、5、6，不是不是，七。哎呦，又是猪哎、欸，这不是巧了吗？走开。比我再抽一次，然后又抽到安逸，看，我不要，200抽，200抽，我不要这对奶子，210啦，我跟你拼啦。200啦。啊、我都烧香了，有了啦，220又有了。我这样五只哎、欸，第二只，啊，好累哦，哦，我都烧喊到好累哦，不要给我安逸了哦。啊，我救人的方式你一定很喜欢。啊、好累哦，那220还是两百
三啊。好，结论算220好了，220五只，然后三只暗翼，三只暗翼，一只玉清，一只阿秋。好了，阿秋我没有啦，还可以啦，没有五星暗翼。哦，谢谢 KA， 谢谢你的抖内，感谢。好啦，抽卡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的恐怖，一个抖内的。好，总之就是这样。我们看一下他的样子哈。我记得双子另外一只谁啊？他忘记了。哦，九色鹿啦。我不是鹿吗？武林各派的掌门开大会，我只有站出来才有资格说话。来求我的那些人，贪恋的从来就不是太阳，他们呢，只是想回到地上去。你说双难也，也不会到非常，也不会到双难呐、啊。像我那个双子，我蛮想要的，因为它可以互换那个各属性的那个终极招式啊，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啦。九色鹿的话，没有实际用过，所以我不太清楚。有用过啦，剧情有用过，但没有到很熟。但也是蛮有特色啊，种那个什么，它会经过会出现那个什么花吧，还是什么，有点忘了。好啦，就是这样，220抽左右，然后五只绝，平均就是40抽一只，差不多40抽一只，对，然后还算可以啦，虽然都抽到三只暗翼了。哦，三只暗翼，好，大概就这样。